的肺骨哦。啊！哎，看看吧。哎，肺骨给你看两下啦。对对。怎么样？可以可以吗？中分啊！强强变槟榔西施喇翻天，买一粒送两粒，尺度超开。大雨啊！好想穿泳衣。天哪！姐妹小心，姐妹不要出事了。我们要来卖槟榔喽。强强日前拉姐妹小萱萱装扮槟榔西施拉客人。哎呀，来买槟榔啦！买槟榔啦！但是酷炫的业绩惨到吞口。客人啊，谁啊？买槟榔啊！哎，他一到前面，怎么客人就来了？让专业的来，强强放大决，买一粒送两粒。有要买吗？来买槟榔哦！买槟榔哦，看屁股哦！车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！来要什么？要什么？要什么 ？Hello， 谁啊？谁啊？李白！哎，屁股给你看两下啦！对对。怎么样？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哎，他是我姐妹啦，给他看个胸部啦，买五十看一颗啦，给你看，哎，看一颗啦，看胸部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拜拜拜拜拜，你要买什么？我是谁？你知道吗？他是谁？知道上次说你，他是男生，我是女生，你看着屁股哦，啊，躺在这里哦，哎，又来了又来了啦，一包红云，普通一百，有看出来他是谁吗？看屁股啦！来来，谁屁股？摇下来看一下。还给你看个屁股哎，看了看看一下。啊！来了来了来了！嗨！我们要吃槟榔啊！买一粒送两粒啊！买一粒，还没关呢。你们要什么？好了，哎，你们认出他是谁吗？我是强强。拜拜。拜拜。哎，你们看着吧。拜拜。怎么看屁股啊？好不好看？拜拜。哎，我一站出去就有生意哎。真的。这个漂亮吗？很漂亮吗？多漂亮！好了，可以看胸部啦，可以看一下啦，可以看屁股啦。啊，这么漂亮没？好漂亮吗？好漂亮。这化妆不会喜欢吗？看得出我是谁吗？知道。我是谁？是。你是谁？他讲完马上骑走，什么意思？怎样？让他来啊！叶子再拿五百，哇，你好大气哦！对，五百，我给他开个资讯啦。Hello， 是我啊。没有吗？他直播没人呢。中分啊。成功奖啊！你叫郑威哦。对啊。好啦，郑威，我去找你工作，我找你工作，认真拍一集哦，约会好了。那你先穿掉吧。Of course。穿掉没有穿。你好像有点上瘾哦，你之前我喜欢当槟榔西施，而且每一台车都认得他，有点吓到。好玩呢，拍一个槟榔摊。好啊。